帅不帅？鄙人姓牛，名大宝，江湖人称扬州一霸。你下面看到的这个故事，就是我找了几个说书的，把它记录下来的。因为那是我的亲身经历。为什么要记录下来？人嘛，总要千古留名。你如果现在能够看到这个故事，那证明我的故事保存的还算完整。或者有人把我墓盗了，把我坟给刨了，这样还挺伤人的。说远了，反正我的故事如有雷同，那你肯定没我的早。我在前面，我在顺治年间。启禀皇上，大事不好！摄政王多尔衮狩猎途中不幸逝世。公元1650年，顺治终于能安稳地坐在龙椅上，对这个国家指手画脚了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红帮、南明等反清势力。我们的劲敌多尔衮已死，我反清复明的时机已到。光复大明！光复大明！光复大明！黄花义由此应运而生，该组织以驿站为伪装，暗中发展密探，铲除反清势力。黄花义议长龙定海心狠手辣，借用铲除南明余孽之名疯狂敛财，无数无辜的生命死于其刀下。反清者杀！现在是我们光复大明的关键时刻，每一位大明子民都应该竭尽全力，和那些行狗血战到底。红帮主，红帮的兄弟遍布天下，同样是我反清大业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。郑王爷请放心，洪旭和红帮众兄弟一定不惜一切代价，助王爷早日完成反清大计。我听说你安插在扬州驿站的内应被龙定海发觉，你可有对策？属下已通知各分舵兄弟齐聚扬州，共商对策。不行，我这几个鸡蛋我能拿动。哎呀，玉娥，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，就像五年前我的那个样子。谢谢玉婶儿。走。话说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。这吕布再勇猛，也不能战胜刘关张啊。这个时候吕布被刘关张围在当中，刀剑并举，你来我往，那是非常激烈呀，呐喊声、马蹄声还有锣鼓声，那是响成一片，打的是难分难解。这个时候城楼上有一个人，
上回书说到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在地化作夫妻鬼，在天化作蝴蝶飞。那牛大宝与袁玉娥呢？在天化作比翼鸟，在地化作连理枝啊。话说牛大宝今日正式向袁玉娥提亲，这已经是第100回提亲了。请。话说袁玉娥和牛大宝1岁相识，2岁相知，3岁便成为了朋友，4岁啊，两个人就相恋了。5岁的时候，牛大宝第一次向袁玉娥提亲。到今天为止，20多年的时间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提一次亲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提一次亲，一共提了100多回。100次了。对，但是袁玉娥从来没有答应，牛大宝仍然坚持不懈，这种感情。感人不感人？不感人。感人。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命运，都是孤儿，俩人无父无母，无爹无娘。那这两个孤单的人不应该在一起吗？不应该。飞哥，传书已经收到了。应该在一起。相信书说到这儿，大家也都猜得出来了，相貌堂堂、英俊潇洒的牛大宝正是鄙人物。请务必安全送达。而今天我要提亲的这位对象，请放心，貌美如花的袁玉娥就是。哎，把手撒开！干什么呢？这谁呀？这是？哎，干什么呢？把手撒开！说你呢，你回来！这谁呀？啊，我怎么没见过？你回来！哎呦，不行，气死我了！我揍他！哎，阿全，给我捡开！大壮，阿全，他为什么摸你手啊？这谁呀？我怎么没见过？不是有人摸他手，快给我捡开！追他！大嫂。大宝哥，那家伙在那儿呢。大宝哥，我在这片混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见过有人敢对鹅动手动脚，今天必须揍他！站住！兄弟，我们之间可有什么误会？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凡事都留有余地嘛。是，是我们之间是有误会啊。今天我们三个人揍你一顿，我们之间就没有误会了啊。打个群架嘛，至于吗？动刀动枪的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真的有误会啊。这个做人要留有余地。你如果够胆的话，你就给我一个时辰的时间，我也叫一堆人来，行吗？有埋伏！哎！大伯哥，这好像不是打架，这是杀人吧？啊！闹出来！我看，要不咱们仨跑吧？啊！站长白宏图拜见龙大人，不知龙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。哎，扬州这雨就是这样，下下停停，停停下，留神脚底下您。这边，这边。
兄弟啊，兄弟，你这是伤哪儿了？我跟你讲啊，咱俩其实之间没有误会的。我觉得他们跟你误会太深了，要不我给你叫个大夫啊？大宝兄弟，认识我？把这个交给你，太疼了。交给太疼了，兄弟，兄弟。我本来就是提个亲的，直到后来，很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提亲也可以改变人生。因为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的人生被彻底的改变了。你想改变人生吗？那就去提亲吧。哥，金花的墙纸，红母的家具，还有原金花的瓷器。白红头啊，我说以你扬州驿站的实力，置办这些东西，我看得吃点劲儿吧。不瞒您说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驿站的内务一族牛大宝靠经营副业挣来的。这么说，这个牛大宝他还挺会赚钱的哈。啊，是，这个人的确有点经商头脑。我就说嘛。不要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，是这种人要多多重视。龙大人说的是。近来扬州驿站情况如何？近期共擒获红帮反贼16人，南明余孽38人，均已查明身份，送往兵部处置。好。龙大人此次来扬州所谓何事？此次我来扬州是听闻扬州驿站出了奸细。啊，奸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龙大人，哎呀，请龙大人明察呀。白红头啊，是谁提拔你上来的？实不相瞒，提拔小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龙大人。进来。大人，那些反贼都已经解决了，但是密报没有被找到。下去吧。是。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是。白大哥，董文景，我这个人做事吧，我还是挺留有余地的。我今天碰上那仇家，我就追他，我一直追到集市上。我跟他有点仇，我就想揍他一顿，哪知道有的人啊，这个对这个男的仇恨比我还大，用刀噗噗噗就把这男的给捅死了。他临死的时候把这个给了我。你没看见我跟龙大人在说话了吗？有什么事不能下去说呀？那你们先聊，我在门口等着。站住！放肆！见着龙大人，你还不快快下跪？牛大宝拜见龙大人。起来吧。谢谢。你就是白洪都口中所说的很会打理内部的牛大宝啊。这全是靠龙大人栽培下的白大人栽培的我。还挺会说话的啊。是是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个死了的人给了你什么？啊，就这一个信。秋八呀，初八日，发米宴，凤鸣苑牡丹房，木瓜把酒，把酒言欢，家具红哈撒的，庆祝洪先生寿诞。红帮的密报，白大人，你怎么看？牛大宝，你这份密报来的非常是时候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你。龙大人。哎，白大哥，
什么密报啊？我不太懂啊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江湖中的那个打打杀杀我早已厌倦了，所以你们忙啊，要不我干点别的。这封密报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，谁泄露出去谁就不能活着。总大人，你信息太能说笑了，这屋里又不是光咱们三个，这还什么密报，我给忘了。放肆，都什么时候还敢在这说笑，你还不快谢谢龙大人。你能为龙大人做点事儿，这等于你们家祖坟上冒了多大一片青烟，你知道吗？属下一定尽力而为啊。恭送龙大人，你看扬州的雨下得真大。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呢。得嘞，用不用动手？不着急。那人谁呀？这也太瘆人了吧！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人啊不会武功，打打杀杀、杀人放火的事儿我干不了。现在离初八还有几天？没几天了。鹅，钻进我心窝，贤惠。不必说，美貌赛嫦娥。你赶紧下来，你这样做，想过人家王二的感受吗？王二是谁啊？哪个男的？你跟我说，是不是我情敌？哎呀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大晚上的，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来这种地方是因为我今天经历了很多，也差一点经历了生死。我在集市上看见人打群架，我看见有一个人就一刀被砍死在我面前，那时候我吓坏了，我才知道活着有多重要。因为活着可以感受到天，感受到地，活着才能看到亲人，看着朋友，活着才能看到你啊。对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个送给你。这什么啊？这个两个看起来像鸡的，其实它是鸳鸯，是我绣的，我亲手绣的，送给你。哥，你可能也知道我从小是个孤儿，啊，我爹娘从小就不要我了，后来被好心的牛婆收养了。我把你叫来是因为我在这挖了三个坟，一个是我爹的，一个是我娘的，还有一个是牛婆的。所以今天我当着我爹、我娘、牛婆，还有二哥和大家的面，我想再问你一次，你愿不愿意？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不是，我是说你愿不愿意嫁？我愿意嫁给你。不是我问了你那么多回，你从来都没答应过。你这个太草率了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啊你？我考虑了，就必定想要嫁给你了。啊，那算了，那你别考虑。我考虑一下。哎，别。我算过了，明天就是良辰吉日，我们后天就成亲。啊？好啊，我愿意啊。白大哥，哎，玉哥答应嫁给我了，这回没骗我，真的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们俩一定会幸福的。
点啊，高兴一点。对，高兴高兴，高兴高兴。你这高兴有点假啊。假吗？假。那再来一遍。哎呀，哎，太好了，我为你高兴，哎，真高兴。行吗？谢谢白大哥。大宝，一定别忘了给龙大人发请帖。龙大人，你真的要参加牛大宝的喜宴吗？我倒想看看他们唱的是哪出戏。哎，玉珍，左面左面再端一点。哎，听好了，哎，天长地久，左压脚跟好。哎，听词是了，好，忙不起来。哎，老弟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老弟，俊阳，来了。哎呀，下来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哎，好嘞。莹莹，我结婚是不是特别难过？哪有啊，恭喜恭喜！你肯定特别难过。哎，我就知道你喜欢我。大宝，东西啊？怎么的，小眼睛？这是什么呀？好东西嘛。什么玩意儿呢？神秘。你是？我是玉娥的表哥，陈望远。哎，我没听说玉娥有个表哥呀。他说不说，我都是他表哥。啊，那倒是，那倒是。我看你哭什么呀？心急而气吗？啊，有道理的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那个玉婶，哎，那个这是玉娥表哥，你给找个地儿坐啊。好的，表哥坐。哎哇，哎呀，龙大人啊，白大人，二位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二位能来参加小德的婚礼，真的是受宠若惊，三生有幸啊。都会说话，这是咱们扬州驿站的喜事儿嘛，这我们这当长辈哪能不来呀？要来，是吧是吧，龙大人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来来，请请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那个兄弟们都随便坐啊。白大哥啊，您上座。我坐不合适，我不能坐，人家龙大人在这儿，得人家坐。龙大人，您快坐。好，兄弟，你知道吗？大宝提了100次亲，终于娶到自己心爱的女子，真是太感人了。两位高堂都健在。启禀大人，我和大宝自幼无父无母，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就让我们拜您吧，龙大人，您啊就成全了他们吧，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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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时已到，咱们开始。预备。等等，我来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，
呀，龙大人，您看您是不是先动筷啊？您不动筷也没人敢吃啊。大人，我敬您一杯。没问题。吃着，热闹热闹啊，热闹热闹热闹啊，你们热闹热闹啊。龙大人，今天您坐在高堂上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这样我敬您一杯。老夫不敢当啊。啊，明白明白。没问题。不是，我敬龙大人，你怎么给喝了？我就尝尝。开饭了！吃好了，喝好了哈！啊，恭送龙大人，恭送白大人。大宝啊，洞房我就不闹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呢！啊，是是是，快回去吧！啊，知道了。王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那我也告辞了。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吗？龙大人慢走。刚刚就应该动手。你懂什么？龙大人这是放长线钓大鱼。真漂亮，我能娶到你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。情况了，肚子疼，快找龙凤。我也肚子疼。哎呦，哎呦，哪有魔法？快去魔法！快去魔法！让我
身上，我实在憋不住。张芳芳，哎，头昏脑胀。哎，确实。哎，我刚刚说哪儿了啊？啊。你真漂亮，能活着娶到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。等一下！哎，哎呦，龙大人，龙大人，不行了，我也憋不住了，龙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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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大，哎，龙大人不见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上茅房的，我说哪儿了？不行！等一下！大宝，拉一次也就算了，拉两次，拉三次，再这样拉下去，东方花烛夜变成茅房花烛夜了。我在这个环境下不应该去茅房。哎呀，白大哥，一起来啊！那我不客气了啊。牛太马白红通，给我出来！俺在茅房呢。怎么了？龙大人失踪了。怎么可能啊？白大人，龙大人是从地这边丢失的。你肯定脱不了干系。不是，是我弟弟儿。那你们是干嘛的呀？你们不就是保护人龙大人吗？人现在人龙大人给整丢了，上面要问下来，你们能有好啊？再说了，咱就别互相指责了，咱先想办法找着龙大人再说啊。我们已经通知了邱大人，他已经很快就会到了。啊，那个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你们聊，我先回去洞房了啊。我刚才的意思啊，是什么洞房不洞房的那不重要，我们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找寻龙大人。白大人，龙大人上茅房，我们在外面守护着，可是等了许久也不见他出来。我一看情况不对，就进去看了看，龙大人不见了。这龙大人哪儿去了？大宝，以你之见，龙大人怎么失踪的呢？这有条孤零零的小路，偏偏这就有一个孤零零的茅房，而在这孤零零的茅房里，孤零零的龙大人又孤零零的丢了。你可否说点有用的？我看一眼。哇！啊！居然有个地道！
龙大人失踪，我认为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，他们可能碰到了劫匪，被绑了，从地道里带走。那第二种可能？第二种可能，可能他也不知道这有个地道啊，于是从地道出来，发现景色宜人，于是自己溜达回去了。仔细看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啊。我看过了，没有痕迹。你这看的也太快了吧！你再仔细看看啊。我看了，都是草地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况且你说这么大黑天的，上哪儿找去啊？我夫人还在洞房里呢，要不我就先回去陪我夫人，好不好？白大人，裘大人从京城赶了过来，请您速回驿站。哪个裘大人？龙大人的左右手，裘清月。参见裘大人。你身为驿站的站长，龙大人来此查询，上了趟茅房，人就没了，你怎么和我解释？卑职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你还敢说不知道？不知道？你是不是想推卸责任？不是，那个裘大人您息怒，我最近也正在加紧查找。有线索吗？没有。什么时候能有？你快告诉我，说出来，快说，快说呀！我姓什么？你姓什么？裘大人，请息怒。小的给裘大人请安了。为什么不给弯刀请安？哎，刀我给你请安了啊。往这儿看。小的给弯刀请安了啊，祝你天天开心啊，顿顿有骨头啊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扬州驿站内务一族牛大宝。我听说龙大人是从你婚宴离开以后就失踪了，对不对？我还听说在你婚宴上吃过饭的人都拉了肚子。可不是吗？你说我洞房都没洞房凉，我跟我夫人，我一想亲她，哎，我肚子就难受。我一想亲她，我白宏图，你呢？快说，告诉我，说出来，快说，说呀！小的也腹痛难忍。白宏图，牛大宝，龙大人失踪，你二人有推卸不了的责任。今天我就先要了你们的小命！哎呀，您高抬贵手，给我跟牛大宝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将功补过？说说如何将功补过？我想到了，就我们前两天截获一个密报，那个密报呢说就今天初八，啊，红帮有一个集会，我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啊？而且我有一好主意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去把那个凤鸣院包围，然后把里面红帮的人一个全抓住，抓住挨个审，他们肯定知道龙大人在哪儿啊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哟，这位客官仪表堂堂，一身侠气。要是我的辫子能更长点，我会更帅。客官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啊？我们这儿有牡丹、芍药。我只要一人，春花。什么？春花可配不上您。妈妈是觉得我的钱给少了。公子，你可要小心点哦。白宏图，你在这里守候，负责捉拿落网之鱼。是，裘大人。再找一个机灵点的到里边打探一下情况。机灵，他再合适不过。别愁了，那就你去。你到牡丹房隔壁找个地方藏好，只要红帮的人一到齐，你就推开窗户发出信号，我们的暗号定为爷来呀！爷来了！爷来了！爷来了！
是想说，这个暗号我们是用不了的，我们可以换一个。你就猛地吹开窗户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很帅了，我春花是几世修来的福分，能在今生遇见他呢。吹皱起心之涟漪。